我们现在在冲绳的水族馆，这个水族馆是几乎啦，必来冲绳都必来的，大家都会来的。现在正要走进入口，就跟我们来逛逛水族馆。先蔡琳说，这个水族馆有两个一定要去的，第一个好像是金沙卫食，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海豚秀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反正就跟我们逛一下。哇，好美哦！这边写着水族馆入口，然后入口一进去，你会发现这个水好蓝哦。哎，好蓝哎，很漂亮哎。非常的蓝，入口在这里，我们就一起进去跟我们逛逛。我大概录个一半左右就好了，就是让大家跟我们一起逛逛。那真的有想来的话，也就才不会才有更多的期待。好，这边有写一个黑潮探险，这是什么啊？浏览时间不晓得哎。快票到了，可以在上面就好了。可以从上方观赏金沙的水槽。可以哦，这里有写解说时间啊，可是这只有夏天。夏天有而已，这只能看而已啦。五点半开始到闭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啦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，只是没有解说时间，可以看，只是没有解说。五点半，走，可以看，只是没有解说。啊，你不是说有喂的，就是这个。喂是要另外付钱的。哦，所以这个没有，好吧，走吧。走喽。走吧，我们要从哪边进去？好，中文的解说。哇，繁体中文。我觉得日本现在是很贴心，还有维持有繁体跟简体，现在好多人都只剩简体，超棒。嗯，什么？走啊。我们的票已经是买好的，所以就直接进去就可以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原本就有票了。所以这边的 WiFi 是有免费的。哦，这边有免费的 WiFi 哦。如果买那个年票，来两次就好了。啊，我们直接走这个机器吗？啊，会讲中文，真。哇，很方便。那票好还给我们吗？还你啦。我们一走进来，这边有一个池子，然后那边就有人在摸。那边可以摸啊。你可以摸。摸海星啦、啊！哇，我们海星都摸过了。他说这些你可以去看。要摸海星，除非他是偷的才摸。海星摸过很多次，走吧。好，走，好，我们去看鱼，好。这边是一个摸海星的区域，然后往这边左手边走，就有一个像感觉是热带的水族馆。啊？姐姐看一下这个啦。哦，红鱼。这不是红鱼。这不是红鱼，这是什么？对，这不是红鱼。那这是什么？红鱼它是这样，红鱼是尖的，这边翅膀是尖的。
啊，好，走走，我们去。帮你存钱的，你买一只那个羊。好。哪边有海胆？哦，这边有一个海胆。走吧。好大的。哇，这个是。这好大一只哦，这好像那种安康鱼的感觉哦，它动作很慢，拉近一点。它感觉根本就没在动。对啊，动作很慢。哎呦。他在原地踏步啦。他感觉他有鱼来，他拉直角。哪边有海龟？啊，有海龟。鳗鱼啊，鳗鱼。哪边有鳗鱼啊？电鳗。哦，电鳗。那有青蝶虾，那个吗？就是那个。哇，这边好亮哦！可是这几个好像都是同一个水，那个谁，同一个。啊，这边做一个凹槽，就感觉视野比较好。啊。哇，好大只哦！哪边有河豚？你很爱的那个。妈咪，你看过来。怎么了？有什么？那个就是冲那个地板上的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看到。他抓痒吗？你看那个鱼的形状也很特别，前面好像有个灯那样。鳗鱼嘞？鳗鱼喜欢在动。走吧，那只鳗鱼没在动。这标本啊，这边是标本。不需要。就它亮了之后就会这样。有点像很小吧，但是你。
什么鲶鱼？它是鲶鱼吗？对啊，你看满鲶，你看。哦，是鲶鱼啊。这边有一只，这边有一只，好可怕哦！吓死宝宝。你现在才发现？对啊，对啊。你以为它装饰物哦？对啊。哎，它叫做魔鬼什么什么鼬的，这大只的这个叫魔鬼。它不就是狮子鱼吗？它狮子鱼吗？这感觉是一个动物哎、欸，这都是危险生物哎、欸，这是活的吗？是假的。上面有写危险生物，然后下一个，假的，那个应该是假的，嗯、对，对，这个就是这个啦，这是有毒的，这个就是这个，它有写鬼海星，它是有毒的，有危险，它说全身都有刺，如果你一碰到会痛，所以你看它颜色越鲜艳。这个他写这个很毒，你看他看起来没有颜色，他看起来很，他看起来很像阿咪。怎么了？模拟。哦，这边人有点多，我走过去一点。啊，那边有龙虾哎，这是龙虾吧？好大只哦！天哪！哇！超大只的。你带的。哇，超大的！他们在哪边啊？在这里。哎、欸，有超大只的龙虾、啊。要不要吃？那么大只不好吃啊，真的。大、啊。对。超大的。它是塞巴斯丁吧？对啊。上面也还有啊，那都好大哦。然后那个缝里面还藏了一只鱼哎，真的好大哦！啊，那边我们找下一个。好好。这是什么？这也是不晓得哎。哇塞！有什么？哦，好一大群呢！哇，一大群！对啊。妈咪。水母哎。有水母。这寄居蟹哇，好大哦！天哪，它叫椰子蟹，哇，这太大了。这个啊，椰子蟹啊，你在台湾吃它是不可以的。嗯，而且在冲绳是可以吃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蟹的，要不要吃吃看？不要。会不会有？很好吃的。真的还假的？到了那个今天那一条羊。
哇，它这个比较长哎、欸，这超疗愈的。它真的长好小。哦，出来。他们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对啊，很疗愈耶。他们颜色其实也蛮多。对啊，这个超疗愈。好的。我看到他们就觉得好笑。橘色的好像都特别长。然后呢，如果有危险生物靠近，然后就会躲进去。会吗？应该会吧。他们要吃什么？他们要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走吧。好，你再看，再给姐姐看一下，没关系啦。Okay. 这里。哇，这应该到他们最主要的。哇，好大一个哦！这边终于到他们最主要的一个水族缸吧。等一下可以到那底下，超大哎、欸！好，我们等一下走，他会走到下面去啊。很大一个，等一下底下。比较好看吗？这就鱼啦。底下有一个餐厅哎、欸，底下是个餐厅。哇，好大哦，这超大！等一下，我赶快转过去。而且有人跟着他哎、欸，有人，因为你注意他那个。那只是吸盘。对，他跟着他，不是跟在他身上。他没有吸着啊。有，他有吸着，他是吸盘鱼。有吸着吗？可是没有吸着，它是跟着它游。没有，你注意看，你从这个角度看，没有吸在一起啊。然后你有看到一只白色的鱼游在它旁边。有两只。对，有两只。然后底下是个餐厅，哎，哇。走。我们可以走到底下，那边有一个那个水底的，比较好看。走。哇，这里，来这里看，底下是餐厅。哇，这个应该就是，姐，你有没有觉得每个水族馆都有一个最主要的？这个就应该，对，这个就是这个水。对，没错，水族馆的结构大部分都是这样。然后看一下嘛，我们看，哇，好大哦，哇，这个超疗愈的，哇。我拉近一点，哇，好的，怎么了？你这边你觉得哪个鱼看起来最壮观？目前是红鱼啊，如果红鱼有在，就会注意红鱼。那如果
我觉得有，如果有在，我会先看到那个巨大的豆腐，那是豆腐沙吗？你看，而且为什么？我跟各位讲，为什么有人就是会粘着豆腐精啊？你看，有些鱼也会粘着豆腐，就是只会它不是吸豆腐精，它不是吸着它，哎，它是游在它旁边。你看，只会红鱼和豆腐精，其他都不会。对啊，你看它，看那个豆腐精的左手边的鳍，有一个一只一直跟着它在游。好啊，走啊，边走啊。那边有化石呢。好啊，去看化石。走走走。真的很大，哇，这样看好壮观哦。这样看超壮观的，哇！啊，又跟今天蔡琳在那边。对啊，从这边看超美的，你看，我们坐在这里看。超美！欸，有没有超大？你们觉得超大？姐姐，我要去前面看一下。来来来啊！哇，这样看真的很壮观，超级大的。今天挡住镜头了啦，我要照这种超级壮观的感觉，这样真的超级大的。比
你有在录音吗？有啊，我在录音啊。走啊，我们去走那个水底隧道了。走，我们要看四点的那个。四点，那快一点呢？现在几点了？不想看，不想看到了。走走走。不想看大王屋的那个。哦。那霸王乌贼的那个，就是很大。我不知道在哪里耶，在这里吧。啊，这个不是海底隧道。对，一半的海底，可是一样啊，你可以坐在那边。对。哇哦。这里啦，这里啦！哇，天哪，超大的！天哪！你说什么？超大的！很深很深，它的食物就是吃这个。天哪，好大哦！他很喜欢吃这个。吗？每年大概是要不完了。这么多只哦！因为它的肚子，就是你不是都会吃龙珠，就是那个嘛，对吧？那是硬的、啊，鱼没办法消化、嗯。然后上次抓到的鱼，嘴巴里就有很多很多的。哇，这边好暗。这边是展示一些比较少看到的珍奇。哦。哇，这边好暗哦。我们就录到这边吧，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来这边逛逛。应该是来冲绳，有带小朋友的一定都会来。这一次也是比较深海比较暗的，各位拜拜，我看看等一下有什么可以跟各位分享。